来到红豆广场舞课堂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支简单欢快的舞蹈，不喜欢就别说爱我。下面我们来欣赏这支舞蹈吧。你喜欢的人不是我，为何却说你爱的人是我？我把一切都给你，换来不到你真心，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结果。我承认你爱他胜过我，为何偏偏作弄我，欺骗我？听着伤感的情歌，泪水渐渐的滑落，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结果。亲爱的舞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支简单欢快的舞蹈。这支舞蹈一共三组动作，第一组动作四个八拍加四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第二组动作，四个八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三组动作，四个八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请听背面分解。第一组动作，四个八拍加四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
个四个八拍，五两七八，一二三四五两七八，二二三四五两七八，三二三四五两七八，四二三四五两七八。第三组动作啊，四个八拍，五两七八，一二三四五两七八，二二三四五两七八，三二三四五两七八，四二三四五两七八。分解结束，跟着我的背面跳起来吧。